选择你的人生，选择你的职业，快去学习。这个世界一直在对我窃窃私语，让我去做选择。我为什么要选择？有时会觉得，也许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希望。我是在你心里眼里永不灭的火，当我坚持不住，请你陪着我。当然就算走了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也许当我相信你与我拿起笔，在属于我们的所谓的希望，雨后彩虹现在没把 you and me 在你的眼里看到了。是否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？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能随心所欲。可以让我回到过去，我会努力做好那个你。如果可以让我回到过去，仿佛迷失了方向。不安和挫折就像一对好朋友，当我不安的时候，挫折也会悄然而至。我可以相信自己吗？如果时间能够被我掌控，时间能够自己享用，我的 rap 能够大声朗诵，甚至 long the studio 宝贝是间隔的秀，满足我的所有愿望一直到最后。我想走的路，不让人生变得空洞，感到心情不再沉重，慢慢走向成功。我能走的路，还有我必须要走的路。时间它一直在流逝，希望时间能让我，哪一条才是我该走的路呢？时间让我失去了所有，时间到底要求我多久？这个世界如人们都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，对此我感同身受。我喜欢自己寻找，而当我享受这个过程时，答案自然会把我带到他的面前。我想走的路才是我人生的路。也是自己该走的路。我相信自己，没有不安，所以绝不会被挫折打败。
是觉得迷失方向了吗？不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而已。希望也许我可以创造它。从来不想让你去失望，我们彼此陪伴着成长。我不要选择走选择的人生，我要选不同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原来答案在这里，我最珍贵的宝物，那是比任何瞬间都灿烂的时间。像不来几波又不会起多。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别害怕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别说话抱紧我是死了谋生，在光鲜亮丽背后谁一定还要奋斗。紧紧抓住我的手，陪我一起走，一直到最后。 Yeah Only you值得让我去醒来，我们本是一体呀，这早不是秘密呀。 Only you 生命有你才精彩，即使熟悉的气息呀，也是美好的记忆呀。想让你看到我，现在这个瞬间才是最耀眼的。